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中秋节凶案疑点颇多，上清司难辞其咎，故现将此案移交大理寺调查。期间，上清司需配合办案，暂时封闭。钦此。叶亲王，圣上有令，凶案不明，还请您暂避府上，无诏不得出行。小兰姑娘，你莫激动噻！呆郎中，臭郎中，昨天有不分青红皂白的抢我病人，这么晚了还不回来，怪我当初不顾一切的跟他瞎扯。现在呢，腻了，倦了，你们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。哎，你不要误伤啊！哎呀，我们掌柜的可是北面一等一的好男人，等他回来了，你就什么都知道了嘛。小兰姑娘，你不要走啊！这肯定是个误会噻，你等他回。哎，小兰姑娘，小兰姑娘，小兰姐姐，我奶奶摔倒了，求你快去看看她吧。宁儿，你先别急啊，姐姐现在就随你去。小兰姐姐，快点儿！小兰姐姐往这边走。不对啊，宁儿，我怎么记得你家好像不是这个方向啊？哎，你去哪里啊？当清风吹散了云烟，与真实一样的画面是你走进双眼。傍晚，两个影子倒映在湖面。小兰，飘过山水间，陪岁月缓缓。那日，我曾向你允诺，要将你明媒正娶，风风光光的娶回家。这人间的婚事，讲究的是明媒正娶。你若真的愿意嫁，我听样样不落，风风光光的娶你。如今三书六礼四聘五金我都已备好，小兰，你可愿意？嗯，我愿意。小兰姐姐，这是聘书，请准新娘在婚书上按下手印。是男方送上聘礼啦。灵芝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傻瓜，你成亲，我当然要带着嫁妆来看你了。小兰，除了五金，这是我全部的家当。从今天起，我的一切
包括我，都是你的。接下来就该请期了，再过三日的初九，也就是良辰吉日，不知这位准新娘意下如何？好，都好。是初见，他穿的就是这身衣裳。本王只匆匆瞥他一眼，便知何为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是金冠，我不在乎。可若不是我去争那该死的皇位，他也不会误饮毒酒，替我而死。别怕，来人！来人啊！